老婆肚突突似怀孕，郭晋安身家逾7000万。现年52岁嘅郭晋安为咗新剧《致命复活》搏到奖，扮野人兼扮吞蛇，食青蛙超重口味啊！今日更加有报道指郭晋安咁搏命都系为咗赚奶粉钱啊！皆因佢同老婆欧成儿除咗有一仔一女之外，近日仲见到欧成儿行街肚突突，被指怀孕5个月啊！另外又踢爆郭晋安手持5个物业，身家超过7000万。不过咁，全部物业都冇老婆名，郭晋安只系喺2012年送过一部价值50几万嘅名车俾老婆啫，真系唔话得啊！